今后病人也会办控制。接着，咱的庄委长就因对牧师敲手机号，问甲讲何时病人牧师上来去急诊。啊，我听着遐话讲，什么原因上来？我随到去到等。伊讲，阿来就无什么福气，所以我来挂了。来了到急诊的时候，我连先甲讲，以后的就是到院死亡啦，就是无总是嘛是伫迄个所在待在急诊，啊，当然后来啊，电话甲福建病院联络了，新北市政府同意讲啊，放弃急诊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波啊，我就。用 LINE 发出一个病友手续的调度证的消息，然后所有捌伊的人，啊，了后，啊，了后，无偌久我家己就入院啊，因为寒流来或者心脏吼也都不稳定。啊！入院伫入院个中间，病友护士讲，啊，伫即个台南市内医院即个个别室，啊，真侪人，我讲我一定爱去。啊，真侪人甲我讲，无说你莫去，你都已经在住院，你家己去。啊，我讲我一定爱去。为甚物一定爱去？因为我敢若想着一项，我就坚持讲，我一定爱去。啊，后来佫知影讲。到尾治疗即落第四礼拜的时阵，啊，柯老师咧教我咧，然后我会讲，我到时若出院关起呐恢复的时阵，我会去。啊，这理由我等一下我会讲。啊，其实我甲病友牧师毋是干呐讲，我来做第一任的牧师，啊，伊甲这义工关系、义工教的关系啦，对。我以后就做医生，坦白讲，恁老爸毋是一个足好个老师啦。啊，伊咧上课吼，袂使甲伊问问题，因为若问问题伊乱去。啊，伊足坚持，但是吼，虽然是安尼，我嘛拢要阁足爱去听伊个课，为甚物？因为伊个正课吼，我拢无咧听。我拢听迄、那个，我拢感觉伊个正去看册就好。啊，但是伊呐，通过册来讲起台湾的诗歌的时阵，哦，伊变得足有精神。啊，我最爱听就是听迄部分。啊，我呢，台湾的意识嘛是伫迄个时阵，安尼经过足侪老师啊、亲戚安尼养成的，所以。毕业了后，啊，毕业后其实就有参与关心台湾的活动。毕业了后，佮参与伊个倒事件，因为安尼，啊，所以就一天吼，我印象最深的一项代志，就是伫1977年台湾咱张乐教授发表《人权宣言》，迄内底有一句对国民党来讲。是食袂饱，啊困袂落去，迄句就是促请政府吼，互台湾正做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。啊，发表了后的时阵，整理人员来找伊几落届，就是要问即句话的意思啦，解问。啊，我嘛足好奇的，啊，学生足高贵，逐节课拢解问，讲啊，题目是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不管是生理人员甲问，还是学生甲问，还是任何人甲伊问，伊拢一个答案。啊，都照字面啊，你袂晓看哦。啊，所以即句话我记，啊记起了是去后来去教会的是无拍算，好友嘛会问啊，张乐啊、叔叔拢会问，哦、我嘛足够，就讲。啊！你是不要看，就照字面的。我唔敢讲，迄阮老师教。啊，所以其实伊虽然是无介，我讲伊唔是介好老师，意思就是讲吼，
伊毋是口才介好，介有功课，但是讲着关心台湾的，就亲像头拄仔二兄弟所咧讲，各项徛伫信仰的顶，各项拢关心。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，我有啥物来参加，爱去参加伊个个别礼拜，来遮参加弟兄礼拜。就是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，我互掠入去关监的时阵，我到即阵也毋知影我掠入去个寿山顶原一个南京部吼，即、這个警备总部、迄、那个南部、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总司令部迄个所。我到即阵也毋知影我去用关伫遐是伫倒，我捌刻意要去找，但是也找无。但是我从掠入去第三日的时阵，伊毋知透过什么管道送入来一本圣经给我。迄个时阵，我非常受到鼓励。迄本圣经我三年伫教会中间对头到尾读六百遍，读六百遍。我写真济真济注解伫伊个边仔但是呢，做牧师爱换教会搬来搬去，后来我心足疼，迄本圣经竟然无去，啊，找拢无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迄本圣经我教到三年久的中间，真侪支持我的对。所以我讲，为什么我一定爱来参加这个对主礼拜，是这个原因。那出家了后的时阵，我来讲教会，就任做牧师，做第一任的牧师。啊，迄个时阵其实我拄仔做牧师啊，啊我嘛唔知影吼，到底安怎做牧师？我印象介深，天妈妈，伊中级会是甲我讲过三摆，天奶奶我来讲，伊拢叫我天奶奶，伊讲天奶奶我来讲，你虽然是做我的牧师吼。但是你做我的囝会得过，我拢唔知道要安怎甲伊。到第三拜了，我散会了，我才甲讲讲，田妈妈，我虽然做你的囝做会过，但是我是你的牧师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李荣教门开伫这个所在，我特地来吃。啊，特地来吃的关区的吼，嘛差不多。让三日五日就来安尼，爱用穿制服来，啊来拢掠准看我坐伫个门口遐，拢掠准我是这个教会工友。啊，所以我嘛无爱甲伊讲，啊，我就总是唔是讲无爱甲伊讲，我是甲伊讲，我无爱甲伊讲，我是遮个牧师，啊，就当作迄个安尼伫遐对，安尼讲着政治，讲着美丽倒数听个时阵。伊本地要甲我教文，要换我甲教，讲讲了，伊甲我讲，啊，看你年纪轻轻，你怎么懂那么多？我讲吼，我就是在讲台上被你们抓去那个牧师那个。了的时阵，我讲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因为是，就年纪较大个啊，外省的。哦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欢迎你来，但是我不欢迎你。每次来这个教会都给我穿制服来，你这样谁敢来啊？以后没有人敢来教会。我去的时阵就是这款的牧师，一直就是蔡家的牧师啦。啊，出来了的时阵，啊，第一个牧师一个月拢会来讲到一摆，啊，大家也爱听，他们不爱听，为什么？我讲话拢较直啊，甲恁爸爸差不多。伊逐摆伊来讲着拢要求爱白帮，啊，就像咧上课安尼。哦，啊，讲话哦，讲足长个啊，讲到十一点半还袂结束安尼。啊，大家伊就当然讲，伊来讲圣经啦，啊，总是嘛批评这习俗安尼。啊，大家足爱听，啊，佫另外无足无爱听就是啊，长老教会会有习惯。做礼拜就一点钟尔，啊，超过一点钟，大家都一直在看表啊，啊，无就坐袂住安尼。啊，所以其实迄个时阵，伊逐摆来了，伊拢私底下甲我讲讲，这新的教会，你着爱安怎牧会，安怎牧会安尼。
你甲我讲足济，我有无听的，有诶听无落，因为吼，我感觉来遮吼有将无兵啦，大家人拢将，你就输啦。田妈妈去看咧，这样是兵啦，大家拢将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家己吼，我毋是将军，啊毋是校级，所以我就当作二等兵吼，到位接受。但是我感觉伊大概来。甲我讲的话，我拢感觉受了真大的鼓励。我捌读过一篇文章，那是阿公吼，伊讲人伫这世间，虽然有当时也是看起来无公平，但是死了吼，拢足公平。啊，咱若看这第五页，嗯，没事。小朋友走路慢慢走，没关系啊。在第五页，咱来看，伊第一个书的略历写啥写？1922-1922，6月27，然后中午一位，还是讲这个，这叫做 dash， 到2014年12月11日，迄篇文章讲哦，世间大家拢做国事，就是讲大家死了，迄位拢平等啦，迄位拢平等。但是伊所来在讲讲，虽然是平等，唔过伊个内容无同款。所以我今日伫这个所在要甲福星爷讲，恁爸爸迄位内底充满真济值得人笑了、人纪念的故事，甲信用的方法。所以今日伫这个所在，我嘛。要甲因讲，要甲你甲大家讲，第一号师唔是你的老爸尔，第一号师是台湾社会这個国家的公共财，是特属于大家人的。无论你伫教会、伫社会，为着民主、为着台湾，伊拍拼一切，我相信伊即马一定伫上帝迄个所在享受永远的安乐。阿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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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